各位乡亲，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好朋友，又搁到这个人间对话谈龙开讲的节目。今仔日是2022年4月13日，拜五。说因为人若拄着拜五过13呢，会感觉讲怪怪哦，不大吉利。今仔日搁落大雨，过日拢足大的风雨。但是对我来讲呢，即马雨停，雨已经停，啊日头出来。其实即个13甲拜五对我来讲无差。今仔日本来阮的节目是要阮一位真好的姊妹，教会的女长老陈嘉芬姊妹呢，伊抗癌成功19年啊，本来要请伊来分享做见证，因为从伊10年前得癌了后，经过无数次的这个化疗啦、radiation 啦，是讲甚至最近伊也勇敢去试迄个所谓的新药啊，就是叫做白老鼠安尼吼。听讲伫咧整个即个南加州呢，7个去参与即款的新药啊，落去试吼，伊的即个效果上佳好。本来是要请伊来伫遮甲大家三分钟，因为10年来我甲主持几啊摆，伊的即个见证会吼，甚至参伊去甲教会甲伊阿嫂做伙来见证吼，有真侪人拢得到鼓励，包括我本人。我本人有时伫咧即个人生的起起沉浮浮吼，沉沉的即个人生中间吼，有时我嘛真失志，有时我嘛真绝望，但是我逐摆若想到讲加分。遐勇敢咧面对即个安尼癌症，甚至是伊若试这新药啊吼，有时也是艰苦啊，安尼会当讲倒去涂骹安尼大咧存大诶事吼。但是伊逐摆若拄着人，伊拢安尼一个面笑眯眯吼，伊真勇敢去来面对遮个癌症，伊就是一个真好诶好见证吼。所以，互侪侪人，不管是有信主无信主诶吼，真侪人拢看到加分。搁较勇敢来面对家己，其他无一定是肉体的物件，其他人生的即个疑难杂症吼，得到真大的鼓励。但是今仔日伊拄拄啊打一过迄落止疼迄款毛病吼，可能迄个剂量打者伤济，伊即马煞感觉真艰苦，要吐要吐。所以我拄啊去咧楼顶吼，我是伫因兜咧翕一个节目，我去咧楼顶，我牵伊的手，甲我的太太牵伊的手。迫切为着伊祈祷，甚至是流目屎为伊祈祷。我伫遐向圣神、向上帝讲，阮伫楼骹咧做节目，其实伊伫楼顶嘛甲阮有份，因为伊的见证会通过即马伫即个咧翕的即个studio 天使天君圣神拢甲阮同在，甲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相甲滴。其实加分伊有即款的好的见证。除了讲是真好诶信仰，主内兄弟姊妹目中，大家会戒三大道、三扶持以外呢，其实我感觉讲伊诶家庭吼，伊诶家教也好，传统也好，基因也好吼，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真勇敢诶一个家族。啥物我讲这呢？因为家训诶大兄吼，叫做陈义景、陈义景先生吼。伊是伫台湾出名的，讲西游记26年吼，伫即个台大的病床，也是讲其他的所在呢，真侪人到尾啊，千千万万西游记的人，若有啥款疑难杂症，若失志病痛啊，毋知要怎面对，即、這个陈义景先生呢，伊拢煞用伊家己做一个活见本吼，即、這个陈义景先生，伊。过身的即个对数礼拜，即个顺序表吼，嘉芬姊妹有给我，我对着即本吼，我自从摕着伊即本即、這个对数礼拜的即个纪念册吼，我就常常甲掀起看，甚至是伫嘉芬吼，伊还袂着癌吼，伫伊还袂安尼有真侪遮个好见证以前，我就对伊的大兄即本册内底所写伊的即个好的见证。包括讲，伊西游记19年，吼，伊底下就写讲西游记19年，我的见证；西游记20年，伊嘛阁有一个好的见证。伊的囝儿，伊的小弟，伊的小妹，甲
真侪遮个好朋友，包括林玉红，包括周清玉，真侪人拢伫遮啊有写文章啊来咧啊替即个陈玉景先生呢啊做好个见证啊，所以伊伫咧台湾吼，用讲啊《西游记》个即个啊环境内底，伊是人人知，因为伊到尾做一个真好个模范。毋若是讲对遮个病痛个人有真大个安慰鼓励，伊甚至拄到迄个美丽岛事件个时阵，因为伊个好朋友林义雄就是甲伊同班个吼，啊伊个啊学长哦姚嘉文啊吼，即、哦、嘛是拢足好个朋友，所以伊虽然是一礼拜爱去洗几啊摆油脂，啊一摆就洗六点钟，但是伊伫个病床拢真正咧关心，呼吁济济人，包括周清玉咧选国大个时阵，伊一直替伊做义务个宣传哦，所以到尾啊周清玉用第一高票当选。所以我今仔对这个开场白，虽然是本来要做加分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我要用这個、啊来甲大家三分享。除了甲大家三安慰、三鼓励以外呢，我伫这个哪里做这节目中间，我心灵的深处嘛要甲加分加油，因为伊这加分呢，敢那加减乘除的加啊分数的分吼，嘛是咱甲指导啊，咱甲鼓励，咱甲三扶持，伊就会加分。啊，所以我即摆吼想要来啊唱一首咱大家拢足熟悉的一首圣诗吼。这首圣诗呢是叫做《你若欠亏真失望》吼。啊，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师吼，叫做 Margaret Gould， 伊是1867年啊到1969年吼啊，伊对远远的这个美国。啊，去到台湾伫遐做宣教师，伊个翁婿嘛是宣教师吼，叫做 William Gould 吼。啊，即、這个 Margaret Gould 伊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伊教真侪即个学生啊吼，包括我个老母啊，甲伊真侪即个好朋友吼。啊，伊因为伊个翁婿是宣教师，伊个翁婿是真出名的一个工程师吼。咱台湾个听讲即个纵贯线铁路啊，即个时间表吼是伊去设计出来吼。啊！伊搁较大个即个功劳者，就是讲，伊是接续马介博士吼，马介博士到尾啊，转去加拿大时，伊就接即、這个啊马介博士所有伫台湾个即个外国宣教师个遮个真侪个工课。但是有时啊，做宣教师吼，嘛有家己个遮宣教师无共款个意见，啊是讲共款主内信仰个人呢，嘛是无共款意见，所以有时伊也真失志。所以即个 Margaret Gould 呢，伊看到伊个翁婿安尼真正呢，安尼失志个时阵，伊真唔甘，所以就做即个圣诗来鼓励伊。我直接要读第一节，了后我想要来直接唱予大家听。伊讲：你若欠亏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衬。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助。吼、哦，这是咱若决意三听，但是有时咱听袂落去，吼、哦，到尾也是安怎，都爱求圣神，圣神来甲咱帮助，咱就听会落去。所以我想要来啊，就我的 partner 吼、哦，主情兄弟来唱这首歌啊，我欲唱第一节啊，加一个第四节吼。你若欠亏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衬。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
节目所有的人，特别是你心肝真艰苦，你拄到真侪艰苦事，甚至是唔知要怎讲出来，甚至是感觉世界看无人通甲你斗相共。希望这块歌会当来甲你三鼓励，啊三扶持，三安慰。因为伫遐讲，咱来当互相尽力来三帮忙，三扶持。救助看了就欢喜，因为安尼就是显明迄个真理，尊探道理。所以今仔日啊，咱的这个第一个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加分。虽然伊这礼拜袂当做，但是后礼拜保证会当做，因为圣神十二月家庭也开来，所以只依靠。但是第二集，咱今仔日这礼拜也阁有第二集，我要先甲大家依靠啊，因为过两天就是。一个真出名，叫 Titanic 吼，铁达尼号，109年4月15号吼，1912年4月15号铁达尼号沉落去。啊，最近真侪电视、电台啊、新闻，拢会针对这个代志来分享。但是我要分享的角度无同，吼，所以请咱大家一定爱来收看。